对的，咱今日圣经有两篇，第一篇是第龙篇下卷第九，好的，好的，对的。过去了，比利亚甲伊丽莎讲，我也未受主的比利去，我要来做啥物？你打得球，伊丽莎讲，由你将感动你的心，予我相公。伊丽莎讲，你所求的二日来，总是我受主的去，离开你的时，你若看见，就会得到。那无就袂得着。因得行得讲，忽然有火车、火马过开，因两人，伊丽莎就坐上了风上天。伊丽莎看见，就叫讲：“我的爸啊，我的爸啊！”伊说的个战车甲伊的马兵啊，后来无搁看见伊。就摕家己的衫来拆做两边，伊捡伊里啊，把留落来的外衫倒转去，徛伫约旦河边。伊用伊里啊，把留落来的外衫拍做讲，伊里啊的上帝，摇花就倒落，拍做了后，水就分相边。伊丽莎就回去，身边的学生踮伫亚历哥伫伊的对面呢，看见伊就讲，感动伊丽莎的心踮伫伊丽莎了，因就来迎接伊，趴落伫伊的面前，甲伊讲，恁看，你的老婆遮有。总数五十人，由你准因去找你的老师，定了耶和华的神提伊，迄伫五个山，五个山谷。因果，伊果，毋通猜。因必依靠予伊，海下，伊就讲，你毋通猜伊。因就猜五十人去找三日，也无。找无，伫伊踮亚历哥听候因转来到伊遐，伊就甲因讲：“我兼无甲恁讲，毋通去嘛。”第二位圣经节乃是记着，伊要来数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，所以咱已经。有大个这石头，上帝囝耶稣经过遐天，就着接受着圣灵，因为咱所有的这石头，毋是为了体贴咱隆重的软弱，就是凡事平平受有受气，那是罪，无罪，所以恁。就好难就分稳定的座位，贪求灵命也得到稳定，最及时帮助。好了，献花对今日所要学到的时光是。